二十二日，立法院长游锡堃率领访团来到立陶宛国会大楼，见证1990年立陶宛签署独立宣言的历史场景。有五位立陶宛友台议员陪同，并且拜会国会副议长莫库奈伊特。Pirmiausia, buvo tikrai labai draugiškas susitikimas ir iš abiejų pusių išsakymas svarbos apie bendradarbiavimą tarp demokratijų, tarp tų, kurie vadovaujasi demokratinėmis vertybėmis šiame neramiame pasaulyje ir ypatingai. 立法院长游锡堃感谢立陶宛国会对台湾的强力支持，并且承诺将会推动去年台立签署的六项合作备忘录，促进双方的交流合作。那行政部委员在去年10月份已经签了6个 MOU， 那我们现在今天我们也是来了解，如果进行不顺利的话，站在国会的立场，我们回去可以帮忙促进跟协调。立法院长游锡堃率团访问立陶宛，却引发中共抗议。前一晚亲自接见台湾访团的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表示，立陶宛遵循国际协议与承诺，但作为主权独立国家，可自行决定与谁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。面对中共威胁，游锡堃也幽默回应：“跟大家报告就说，他们批评我就像吃饭一样。他们如果没有批评我，才感到奇怪。”同时间，上个月15日才来访台湾的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政务次长聂刘贤娜向媒体透露，立陶宛驻台经贸办事处预定将在今年9月12日开馆。游锡堃也在隔天来到去年11月开馆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。彭文表示，得知消息后深受鼓舞，特别开心，期待届时能在驻台经贸办事处与立陶宛友人相聚。新航亚太电视池千里、唐杰安整理报道。